是哈、嗯。那现在很多的这个电视台在邀约你的时候呢，都希望说、嗯、哦，受到的人导演你来一起你不要忘了哦，嗯、你还要模仿一下啊、哦。而且他们要求越来越多、哦嗯、就问你说你还会谁？你还会谁？你还会谁？这个叫娱乐啦，娱、嗯、乐啊。对于制作单位来讲，因就是怎样讲我的模仿，还有叫嘛怎样讲，我伫波多连播网就爱给鬼给怪啊咧、嗯，啊又是。配音员，伊唔是刚刚咧播到连播网就来给鬼给怪，伊普通企业都是给鬼给怪，无啦，哪有啊？无、啊、吗？就伫播到连播网。我等待后边迄个规条街啊，哈、嗯，街啊路迄个，那我头下食饭的时候，拢写晒去啊，邵大人，哎、欸，你锻炼的哈，嘿，给鬼给怪，然后装一副很清纯的样子，对，你好。重点是大家拢写晒，但是并无卡俗。欸、真的都没有拿这个没有啦，免费的招待券。那我可怜啊，我让你喜欢赢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啦，这个有人当然认识，然后有人欣赏，就是很感谢大家，大家唔甘甜。啊，这有圣公行我咯，我觉得这是娱乐大家。如果我会的，下面专调啊，模仿萧煌奇也好啦，陈松勇、派大星、海绵宝宝，哇，那是也当好大家快乐。我让你先做一个。心理准备的讲，我卡蛋上这个舞台，我就是要让大家笑啊！今日暗下大家可能因为我这个节目，啊，就快乐过一个暗暝，我就会觉得很心满意足。哇，在主持晚上这个算是轰趴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嗯，说真的哈，那普隆西亚在做这部的时阵呢，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情绪嘛。是导演，你来分享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你这下某这波啊，暗下某这波啊，你在暗下做这波的时候，你在想啥啊？嗯，其实暗下在做这波的时阵，嗯，这点啦吼，其实冰哥在定期啦，因为你拢搞指导，你也唔知。但是咧，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啦。我刚开始在做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是有一点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。但是咧，冰哥就跟我讲，你暗下在做这波的时阵呢，你要尽量。摇摆一点，然后尽量加一点舞曲的节奏，哦，要一点律动。所以对几开始诶轰趴的节目是无趁乐，嗯嗯，后来呢，我就听从你的建议啦，加电子音乐进去，是哇，这样就丢逼诶。啊，后噶在这有很多电子音乐可以让你使用。阿伯利，你自己在那边懂字懂字要懂字很久了哈。我嘛不要多那懂字那恭维啊，我哪连干那些嘛，我应该去美国达人秀。我一定要跟大家好好建议一下哈，那唔捌听过这个暗时啊哈，这个高调。把波多来轰趴，锻炼的这波朋友有空的话，一定要进入到他的世界里面。我感觉暗时啊，你在做这波的时阵哦，真的是很好玩，知道吗？会带给大家说，在不正经当中哈，听到一些正经的事情。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不，我也没有啊，我是在、啊、不承认是吧？我是在正经之中带着一点不正经。哦喂，赶快的。其实白天跟晚上的族群是不一样的。暗时啊，迄个时阵其实大家拢已经经过一天的无闲嘛，那所以呢，就可能会较闲。嗯所以我就爱尽量提高音量啦，或者是说呢，尽量给大家一些这最后一个冲击的东西。哦、然后，够贵能点进的准备就变成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讲拉拉这部明天去讲吗？伊遐哦，已经是失眠。视频的人，你是郑红怡，你唱吧，你唱吧，你唱吧。不啦，我觉得我们波多连播房是一个像快乐大家庭一样，然后我们服务每一个时段醒着的听众。哎、欸，今天一来，咱波多熊大白是不得被介绍你的专辑。因为这段哈，可能等阵卖榜好了。不要紧啊，这嘛是过完的，卖卖榜对不？这些电台啊，跟这唱歌，我们都一样嘛，我们都生活嘛，对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好，说到邵大人最新的专辑里面，有一首这个自己个人非常欣赏的歌曲啊，我自己非常欣赏的歌曲，我啦啊你。你也挂起背好榜英雄哎！你自己在那边讲了半天，一定是老王卖瓜嘛，对不对哈？老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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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，我来介绍这首歌。好，这首歌这个可以让大家非常的热闹哈，轻松一点哈，就是呢，也阿狗狗的舞曲哈，叫做阿狗狗之恋。你跟阿狗关系哦。Hey, Michael, you too. 心变结果
伊流，什么拢莫想，放予伊流流，自然就无事。免惊你紧张，面那后拄拄，虽然你身躯感情的故事，人生的故事，你嘛有故事，我嘛有故事，讲爱话头长。讲如怨恨，莫讲嘛莫想，目脚无心酸，想空想香嘛一天，辛苦过日嘛一天，暂时放开心嘛，享受当下。人生的梦，宛如阿哥哥今朝，摇来摇去一个人，有啥心事通怨叹？忧愁，心变个归求，什么拢莫想，放予伊流流，自然就无事。免遐尼紧张，面那后拄拄，细念你身躯，感情的故事，人生的故事，你嘛有故事，我嘛有故事。讲来话头长，愈讲愈怨恨，莫讲嘛莫想，目脚袂心酸，想香想香嘛一天。好过你嘛一天，暂时放开心嘛，享受当下。人生的梦，宛如阿哥哥轻松，摇来摇去一个人，有啥心事通怨叹？咱就阿公公快乐过一天。下当去有求心，你去追求，什么拢莫想，自然就无事，免遐紧张，面那后拄拄，细念你身躯。人生的梦，宛如阿公公轻松，摇来摇去一个人，有啥心事通怨叹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嫩的邵大伦，对着我的新歌《阿哥哥之恋》，摇嘞摇嘞摇嘞摇。人生的梦，宛如阿哥哥轻松，摇来摇去一个人。玉顽童邵大伦，摇摆舞曲《阿哥哥之恋》，华特音乐。